你干嘛呢？我能干嘛呀？剪片子呢？我饿了。几点了？你饿了？你给我整点吃的。你想吃啥？我想吃汉堡王。这点了，哪吃汉堡王去？那我不管，我想吃汉堡王，你给我点。汉堡王？哎，你等着，咱家有一那什么，给你弄一那比汉堡王还好吃。哎呦，我靠，哆啦 A 梦啊！我之前买的那个牛肉汉堡你还没吃过呢吧？特好吃。哎呦，你找找放哪儿了？好像都快没了。哎，刚才有一个。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山姆的那个，上次买那个安格斯牛肉芝士汉堡。哎，我都没吃着。特好吃。这个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新上的新品，安格斯牛肉的芝士汉堡。所以我们打算买一个回去试一试，这样呢你在家给艾迪早上做一个早点，非常的节省时间，也不用再出去买这种汉堡包吃了，只需要完美的几步用微波炉一热就是一个很好的早餐。加点蔬菜。我家我什么都有啊。多长时间？你这大冰坨子比汉堡王可快。我跟你说，那汉堡王你叫一个，你现在没有20分钟，你吃得上吗？那这大冰坨呢，可能在他冰箱里。他这汉堡包特别方便，这你要想快，咱就拿一什么呀？咱就拿这微波炉热。你要说我想要外焦里嫩的那种口感，哎，你可以使那空气炸锅，或者使小煎锅稍微煎一下。但我就是想又快又好吃。我把这冰倒了。我靠！我现在觉得凉了。剪开点儿，往这微波炉里放啊，2分钟你就吃着牛肉汉堡包，能化吗？我先来1分半，2分钟现在都不行了，1分半，然后我再给你准备点这菜叶，你别糊弄我啊，我整个好吃的。必须的，我弄东西能不好吃？那倒是。我是什么人？你是一个馋人。啊呀。馋猫的馋。嗯，生菜，咱们洗几个生菜叶，家里的。我长的生菜叶子那么大个儿。这是一个长得强壮的生菜，这是生菜里边的巨石强森。我觉得你有一片足够。不多吃点蔬菜吗？补充点粗纤维啊。2片还不够这个。够。这外边这片不太好，那给你来一片。来质量优的啊。那肯定有质量优的，咱们不好的地儿咱不要了。对。哎，你看看。哎，我都闻见香味儿了。特别棒，特别省事儿还。我拿那小刀，咱们不好的这个地方咱就不要了。哎，这块咱就不要了。这块，哎，不错吧？嗯，你这比汉堡王讲究。那家伙汉堡王能给你干得这么仔细吗？在搁冰箱里是，哎，怎么样？嗯，不赖吧？然后这个我们稍微静置它一下。啊，还静置啊？看看它都热了。差不多了，哎，就刚才那冰坨子，现在它能吃了？你看它暄了不暄了？啊，再来，咱们再来冰个15秒，这么准确吗？10秒也可以，主要是没捂吧。哎，叮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你加点料，它就好吃了啊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它就怕这个琢磨和研究。我看你拿的这俩是什么？番茄酱。嗯。蜂蜜芥末酱，哎，这蜂蜜芥末酱好吃。这两个往上一搁，我拿个盘啊，再给你，咱弄好看点，咱别弄得那么恶心。给你吃你儿子这个猪肉。哎，猪肉鸡，猪肉鸡，一会儿我再看个电影。好，这个起司，看看这个牛肉饼特别棒，太香了。我先给你来上一层蜂蜜芥末酱啊，这酱就得多。哎呦喂，还能整花呢。不是盖的吧？真不是盖的。以后是不是喝咖啡也能点拉花独角兽的呀？
点不了，拉活多说我干不了这活。哎，这大菜叶子往那一搁，太大了。要的就是这效果，你不想多吃点菜吗？那好吧，咱给你来点番茄酱。番茄酱挤这上就不知道量了，所以咱们挤哪？咱挤这儿。呵，你这几盒学的也不错。怎么样？咱这个安格斯牛肉汉堡包齐活了。我这是安格斯牛肉山丘。这中间菜多，你可以多吃点菜，爱吃啥自个儿就使啥一弄，多好。吃去。得嘞。哎呀，看真不，哎，还挺热闹，真不错啊。我怎么没记着咱家买过这个呀？这你这脑子你能记着什么呀你？吃了啊，咱吃口菜。这好处就是你要爱吃菜你就可以多加菜、嗯、你要说我就爱吃起司，那你自个儿加点起司也行。我是爱吃菜的。哎呦家伙这口，嗯，哇好香啊。哎真的，我负责任的说啊，这个挺像汉堡王的，我觉得这比巨无霸那本还好吃。嗯，我在这儿都闻得见这牛肉香味。哇好香，好好吃啊，而且好方便啊。我觉得拢共从冰箱里大冰坨子拿出来有5分钟都没有吧，就吃到嘴里头了。而且它这牛肉我觉得还挺健康的，哎呀真好，好幸福啊。反正我有时候晚上要是饿了我就热一个特快，2-3分钟就热了。我不像你似的还得搁菜，我就是拿出来直接搁微波炉，其实2分钟真吃上了，特香。而且它那牛肉还有汁水呢，你自个儿你捏你看看特别好，嗯嗯，特香。所以这个汉堡包还是值得推荐的啊，如果你们想给孩子做早点的时候，其实买一这个早上很方便，2-3分钟早点就好了，再倒杯牛奶齐活了，必须值得推荐。但是我现在不想说话了，我安心享受美食了。行吧，那让他吃吧，那咱们这期就这么着吧，拜拜吧。嗯。